吃饭了。不行，女人越胖，男人越旺，男人女人减肥的，今天必须得吃，还得吃大餐。郭总，老板来一碗面，要最大的那种。老婆，快吃，要吃不完立马分手。老公，我也想吃汉堡。是，咱俩吃就吃大的，你等我一下。来，老婆，大汉堡，快吃吧。哎呀，老公，谢谢你。老公，我想买块苹果。那老婆今天买。来，老婆，你要的一袋苹果。你买的这个苹果？你不是要的这个苹果吗？老公，我想喝奶茶。喝，要喝咱喝大桶的，多少？来，老婆，珍珠奶茶，快喝，喝不完立马分手。老公，我还没吃饱，我还想再吃鸡腿。老婆，我来接你了。别人用他豪车来接替，你就骑个破大人来接我，大哥我不接了。老婆，你听我说，你们走开。你们俩别吵了，不就是辆婚车吗？交给我，我来给你搞定。搞定，先给我走。叔，你车借我用一下。不仅有降神变身，还在游戏里给予与小姐姐结成情侣，游戏中情侣玩家打怪收益大大高于单身玩家，里面玩家也有机会变成降神的能力，玩家在濒死时会自动召唤下载。哇，这游戏真的有降神变身啊。是的，还有专属礼包嘛，七天内战力达到4000万还能领取880元现金红包。老铁们，现在下载星界幻想，
可以获得开服抽奖，有机会获得苹果手机、iG 篮球鞋、京东卡等福利，快点点击下方链接下载吧。不好意思，刚送一单外卖，来晚了。没事，走，先进去吧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我们这是公共场所，这是小的签证，不能进去。我们今天下午要直播，我来这里直播的，这直播都马上开始了，快让我们进去吧。不好意思，这是我们这边的规定，赶快回去吧。行，你等着，海洋，我们走。不行，海洋去搞两鸡蛋来啊。想不想提这个蛋吧？
老婆，你想吃烧鸡吗？想吃。想吃锅包。来，老婆，烧鸡。老公，真好吃。老公，我还没吃饱，我还想再吃鸡腿。哦，老板，这才几点就下班啊？老板，今天我女朋友过生日，我提前走一会儿。美女，可以假装一下我女朋友吗？亲爱的，好看吗？车你的男人不一定会开。